削減行政長官6個月的薪酬預算開支，是去解釋為何我要提出這個修正案的原因。主席，剛才我們都有其他議員有說過，特首梁振英上任就快是兩年了，他領取的薪酬的年薪是高達500萬港元，但是他的表現呢，可以說是完全不稱職，很多選舉承諾呢都不能夠兌現。梁振英還竟然在上個月底呢就說就滿意自己的施政進度，但是這種說法跟很多香港人、很多香港市民他們的觀察、他們的看法有極之大的落差。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暫時來說都不是普選，即使他們當選了之後沒有辦法是去履行競選政綱裏面作出的承諾，我們香港人都不能夠票債票償，是將選票在他的任期到了競逐連任下一次之後呢，是將他呢是去趕下台。所以即使梁振英在兩年前參選的時候曾經發表了一份厚達57頁分開6個章節的競選政綱，但是這份政綱裏面的承諾呢有很多去到今時今日是以乜嘢告終呢？就是走數啊，主席，是跳票啊，主席。梁振英卻是可以仍然咁樣呢是坐喺佢呢個特首寶座上面享受高薪厚祿，得閒嘅時候呢就內交應酬休假外遊，我同埋新民主同盟絕對認為呢係唔合理。所以作為只係攞到689票就能夠當選嘅行政長官，如果我哋用佢嘅競選政綱嚟衡量工作表現，就更加能夠突顯到香港而家選舉制度的不公，亦都能夠突顯得到特首梁振英去支取每年高達500萬年薪是有幾咁唔公道，有幾咁荒謬，有幾咁違背常理。主席，所以接住落嚟我就會就住梁振英競選政綱的6個章節逐點逐點咁樣呢同佢計數，逐點咁樣呢是要指出佢作出嘅承諾都是虛假的，是騙了香港人。無怪有建制派的議員都說梁振英的位置是騙回來的。主席，梁振英競選政綱的第一個章節是說什麼呢？是說人口及人力資源的政策。在政綱的第十頁，即是政綱部分第五點，梁振英就承諾就說全面評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各種服務的額外需求及香港的承受能力，按評估的結果呢是去決定，是去制定長遠政策。但是特首上任以來呢他做了什麼呢？他就只是利用這個行政措施是去實行雙非零配額，暫時呢是去阻截雙非孕婦去闖公立醫院，但是從來啊，主席都未認真研究過香港對雙非兒童的承受能力，包括了教育、交通、社會福利。主席，如果梁振英是有做的話，就不會出現大約在半年前在北區有大量的跨境雙非兒童來到這裡，令到很多香港小朋友的父母是要睡街、是要過夜、是要排隊、是去輪候幼稚園的學位。不是學位啊，主席，是 interview 啫，是一個面試的機會要瞓街。我哋香港人做錯咗啲乜嘢？而家每個月根據政府、根據保安局俾我哋嘅數字，每個月仲有20多名嘅雙非孕婦係闖關入境生仔，唔夠兩日就一個。主席，我哋點樣同香港人係去解釋梁振英嘅零配額的措施，所謂的行政措施是去一個有力的政策去處理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帶出很深遠、影響很廣泛、年年數十年影響的問題呢？
主席，政府一直以來掌握雙非兒童的數據都只是依賴什麼呢？依賴統計處在2007至2012年期間進行了6次的叫做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統計調查，調查的方法只不過是在入境處的出生登記處為雙非兒童的父母進行這個訪問，搜集這些父母的基本社會經濟特徵的資料，以及他們對嬰兒未來居所安排的意向。換句話說，自從梁振英上台以來，其實他都一直只是依賴曾蔭權政府的數據制定應對，是去處理雙非孕婦這個的雙非兒童這個的彈性措施。他競選政綱裏面所謂的按全面評估的結果決定長遠政策的承諾呢，是蕩然無存，我是沒有做過的。主席，梁振英是騙了我們全香港的市民，是去繼續支取500萬港元的高昂年薪，講得通俗些是騙飯食，所以我要提出這個的修正案，是要削減他6個月的薪酬。主席，同樣是在政綱第10頁裏面這個目標的第二點，梁振英是有提到，就是會對移居香港的外來人口積極行使甄選和審批權。但是這24個月兩年以來，新民主同盟認為政府連和大陸政府商討怎樣是去審批單程證的工作這個這麼簡單的要求都未做好，令到單程證的審批是沒有辦法由掌管自己地方的政府呢是去進行，這個其實是違反國際慣例，做法亦都是有別於香港一貫以來呢是對其他地方來到香港的外來移民，例如是台灣人、澳門人那個的審批處理，這個是有欠公允，這個是不公道的。入境政策理應呢是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政府是必須有制定移民政策的主動權，配合我們香港本土的需要，而這項的權利呢是在基本法第22條是所賦予，但這兩年以來呢，政府在這個行使單程證審批權方面的工作呢是毫無寸進。主席，特首競選政綱的第二個章節，即是關於土地規劃和交通運輸，在第14頁土地和規劃的政綱第三點呢，梁振英又做了什麼承諾呢？他說的就是說，有效保護郊野公園及具生態及其他價值的土地和水體，長遠規劃可供開發的土地。但是梁振英當選兩年以來，我們見到的就是特區政府是不斷地是去挑戰發展郊野公園的底線，是多次地為了發展郊野公園呢是去試水溫。今年2014年1月梁振英發表的施政報告裏面呢，就講提出呢要將沒有植被荒廢了或者是已平整的綠化地帶用地呢是改劃作住宅用途，但是轉頭呢就被環保團體踢爆，計劃開發的綠化地帶呢其實不是沒有植被的。綠化地帶的功能呢本身是為了保護郊野公園的生態，但是梁振英的做法呢就是違反了自己在政綱裏面說要保護郊野公園的選舉承諾，所以我們是應該要削減梁振英的6個月薪酬。主席，梁振英土地和規劃政綱的第四點是說什麼呢？就是說將生態保育、綠化地帶、鄉郊地方和漁農產業的用地呢是融合成為充滿活力和富有特色的鄉郊發展模式，同時發展綠色旅遊，迎合現代城市人的需求，講得是非常之動聽。但是梁振英在今年2014年的施政報告裏面講呢，是用了多少字是去描述梁振英自己的農業政策呢？是不夠100字的。兩年以來
香港本土的農業是根本沒有受到政府應該要有的重視，還是不斷受到收地的困擾。在政府要做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計劃，受影響的市民、地方的團體多次這樣希望政府同步去完善香港的農業政策，在新界東北發展要將香港僅餘的本地農業差不多是連根拔起的同時，政府是無動於衷。不單止是無動於衷，就連他自己在政綱裏面講到土地規劃的政綱都不能夠守得住，都是違反承諾。政府最近就宣布說要將大嶼山這隻丑小鴨，這個是政府說，或者是這個發展大嶼山的委員會裏面的成員去說，我根本就不覺得大嶼山是丑小鴨，就說要將大嶼山發展成為迎合大陸遊客的天鵝，所謂充滿活力和富有特色的鄉郊發展模式，同時發展綠色旅遊。這個還不是違反選舉承諾，他說了但是做不到，不能夠 deliver 得到。主席，我這部分的陳詞是會就特首政綱裏面的第一個章節、第二個章節有關土地規劃的政綱是去講的，接下來我會在第二次的發言裏面是解釋梁振英怎樣是違反同一個章節裏面有關交通運輸政策的承諾，以及其他章節裏面我認為他是做得不妥善亦都是違反承諾的地方，是一一這樣是去指出來，是去力證梁振英根本是沒有資格是去領取這麼高薪厚祿，他根本就沒有做好他這份工。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其他委員要發言。梁國雄議員。主席，報告主席，我不見了黃國興同志。黃國興同志又不見了，我希望你用17.3叫回來，不喝辣去了蛇王了。